不要跟我兜圈子了，你应该明白我到这儿是干什么来了。给个方便，我赖福堂不会亏待你。你别动，他会咬人的。你不知道还有一个名字叫石铁兽吗？是吗？这猫熊真的有你说的那么厉害吗？那个法国人戴维是怎么捉住他的？他会听笛声，你不知道吗？来，林小姐，你能让他跟我走吗？他属于这片竹林的，我怎么可能让他跟你走呢？不不不，别的你不用操心，你只负责让他跟我走，怎么样？林小姐，我耐性是有限度的，现在你只能按我说的做，你没有选择。好。Ha ha ha!